国际知名大网红，咱今天又做啥呀？我这是啊。七夕情人节嘛，该有仪式感都有了啊，蛋糕、鲜花和礼物。蛋糕一会儿给吃掉，礼物也留下了。那鲜花是不是就浪费了？我一定要给它卖掉。你这个多贪财你啊！怎么可能？今天天气那么热，可以把它换成水啊，送给周边的一些环卫工人呐、送餐小哥呀、快递小哥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提议挺好。那咱一大热天一朵朵卖啊？怎么可能那么累？然后一朵一朵卖又赚不到钱，我一会儿非得找个大聪明。换个好价钱，调好吧。我的妈呀！你确定要在这儿，小唠唠？这没人呢，你卖给谁呀、啊？这周边全喝高级下午茶的地方，没准哪个好大哥没有买花呢。看着吧，调好吧。你说的都对呀、啊。凯蒂大哥有戏，是不是来机会了？你真去呀、啊、你？凯哥，百花翻过来。好。好了，收到了。哥，是不是很酷？很酷啊！头发都长，心满意足的一位啊！来个人来取一下花。你一下卖这么多，你是怎么忽悠大哥买的呀？什么话？什么话？什么叫忽悠？认识我，我粉丝老喜欢我了，哎、硬逼着买，怪不得的呢。谢谢哥啊，谢谢哥支持啊！谢谢哥支持。正好我也没买花。兄弟，你是哪个学校出来创业的？哎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暑假作业还没完成呢啊，拜拜干啥？采访一下，创业是啥梗啊？录啥录？怎么来水去？